日落很晚，我始终没有等到父亲运送古董的航船返航。国王因此大怒，怀疑父亲偷走了他的宝藏，下令剥夺巴登家族的财富和爵位。昔日的皇家海军从此沦落。直到我听到有一个消息，那曾属于失踪航船的一把中国古董伞出现在一个叫做欧利蒂斯庄园的地方。我必须亲自踏进这块被诅咒之地，寻找父亲的下落，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